因为我们想吃提拉米苏，所以呢再做一个提拉米苏。现在就是鸡蛋，这个是糖，两份糖，因为一个加蛋黄一个加蛋白，然后这个是低筋面粉，然后因为提拉米苏要咖啡，但是家里没有速溶咖啡，所以我们先去打一份咖啡。这咖啡打好了，放凉了才能蘸这个面包，所以现在就先放在这边。然后我们要做手指饼干，如果买现成的会很快，但是因为没有去超市买现成的，所以要自己做。先分蛋。这个袋里放蛋清，就是什么脏的都不能用。打发到有点硬，然后这个是蛋黄，好加一份糖到蛋黄里。就跟做七分一样，要先刮三分之一的这个蛋白到这个里面，把它们混匀了，但不能画圈，因为画圈就会小跑，小跑就不会拌得差不多，然后再倒回这个蛋白霜。一样的要拌匀，我先蛋白打的好像是有点硬，有点过分。
nice beach when I had a dream of yours. So close I can't taste it, nobody can break it. Low key like a bass hit, wear it out like a bracelet. My cup of tea back, I gotta go down and down, down. Spin around, around, around. Show you around, around, around. Go down and down, down. Spin around, around, around. 就全部挤在这个烤盘里面，有点丑。然后要放进烤箱烤15分钟左右，是175度烤。嗯，帮我开一下烤箱门，我手举着开不了。好，我开下来，然后我就放中层烤。好，关起来了，我定一下时。我先定个12分钟。我想到时候换个方向再烤个2-3分钟。OK。我说，然后我们要做沙巴佣，因为我们不用吉利丁，所以就要用蛋黄做沙巴佣，在提拉米苏里面。是4个蛋黄，就得加50到60克的糖。这么多糖，小勺的台词。好，先烤一下卤匀了。用隔水夹就更均匀一点，所以把这个放。架在这上，哎，就这样搅拌，中小火搅拌，嗯 ，OK 了，然后就关火。小拌匀了，不然就会粘在上面。插到一个小碗里，盖一下保鲜膜。把这个盖一下保鲜膜，放冰箱冷藏一下，一会儿用的时候再拿。因为我觉得打奶油太累了，所以用这个小碗来打，打发好了。但马斯卡彭要加进去，这个沙巴又加进去，然后再盖上，看到了旁边。风开始大了，这个好像只要打到混在一起均匀，然后就可以了。我稍微打，我打个大概30秒。看起来都混合了就可以了，拿出来用用。我把它变成一根的话，
刚才没开机，都没开吗？现在开。把这个手指饼干分成药的大小，然后前后蘸一下这个咖啡，如果全整根都蘸的话，就会在里面软掉，就会散。这个铺完一层了之后呢，就往上抹酱。今天酱做的好，做的非常足。上一次酱不够，所以这次做了很多。撒一层可可粉。买的 sugar free， 要不然可能会太甜了。要晒厚一点的，不然也不好吃。这个是做曲的话题。这可乐粉一定要很多。提拉米苏就做完了。这样，哎呦，但是要放进冰箱里面稍微冷藏一会儿比较好吃，这样子奶油会把那个里面手指饼干泡软了，然后吃起来才好吃，不然现在就很硬，就也没有咖啡的味道。放这上面吧。OK， 拜拜。现在是晚上1点钟，有一个瘦子要吃提拉米苏啊，好丑啊，这样。你先直接吃，别舔行不行？我爱快。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最好吃的时候，还没有到泡软的时候。哇！天哪！还有呢？就看你吃的呀。冰吧，那你冰吧，你一下子吃。那会哪？他那会早上的拿开也是冰的。好吃吗？嗯，有点那味儿吗？嗯。就是真的好丑啊，这个花被压了。没办法。把这个，我拿个勺子。